看看新闻网。大家熟悉的海清一直是以荧屏上的国民媳妇形象示人，但你一定不知道的是，原来她从小就是个十足的白富美。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海清透露自己儿时的家大到占了南京整整一条巷子。原来海清出身大户人家，父亲这一系是书香门第，母亲更不得了，是赫赫有名的南京甘家，拥有全国最大的平房院落，俗称99间半的甘家大院，正是现在南京民俗博物馆的所在地。从小被精心培养的海清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还会二胡、小提琴、手风琴、昆曲。我们才知道，原来国民媳妇儿这么有才啊。